这宝宝，老板你是需要一次劲爆的还是敏捷感知这种任务的？八技能比较建议打一次劲爆这一种吗？先来一本魔之心，兄弟们不吹不吹不黑，运气有点差。这只宝宝就是证明自己的时候。还好，这时候来本法爆。法连掉了，舒服。魔心别动。法爆掉了，来本法连。被侵占所有，还要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，气势如虹。可以，我记得是什么王妃的天后。会跟掉了 ，OK。这宝宝是一次上跳掉那个偷袭的好机会。医生还在，虚弥应该也还在。法爆，你招架掉了吗？魔之心，可以。兄弟们，刚刚是不是说了掉偷袭的好时候？现在还差一本法波，一本劲爆。掉低神吧，血红。全红虚弥，可以，老板恭喜你，这只宝宝非常的 nice， 非常的棒，这宝宝成长，这宝宝资质。